救台湾。前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于天选战大力浮选，不过被邀网红合作的北京慈光影视传媒公司希望找于天来组成台湾永和党担任党主席，就是看准于天拥有选务经验和民进党高层关系交好，台湾永和党未来有机会跻身立院拥有话语权。我国的营业税是采加值型营业税，就连财政部长庄瑞云都在这份宣称的邀请名单中，包括前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前内政部长徐国勇、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前立委苏志芬都被点名有资格担任党主席，还声称要邀请邓正中、张景森、庄翠云、王美花、王国才等七人担任副主席，创立台湾永和党，并跟艺人合作，派人投入2026县市长选举，等同于佐证先前波特王声称共产党统战的背后目的。透过政治力量的一个组成来影响台湾的政治运作，不得不怀疑这个有所谓的钓鱼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凸显出中共对台政策其实也进入到比较急迫的一个阶段，支持台湾内部的爱国统一力量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动作。学者示警，中国利用创党名义透过政治力量介入，立委也认为面对中国统战手法应该从法令面加以管制。他希望透过这些网红的方式能够未来投入地方的选举来获得胜利，这样的成本当然远远低于他们在军事上面所要付出的成本，相关的法令的部分也应该谨慎来查办。据了解，台湾永和党并未有登记且成立记录，内政部也呼吁筹组和参与政党活动的民众不得接受境外势力指示或资助。中国看准台湾网红热潮，嚣张捧重金，企图渗透大外宣，我国从国安到立法不得不防。三立新闻郭素玛、岳环泰报道。